好，先生，等一下，要带证件吗？啊，要带证件吗？你要干嘛？没有了，吵架了。放假好不好？放着了。哇，你麻烦呢。证件看一下好不好？就啊，碰一下嘛。他就吓到了，他就有吓到你，他先。啊，对啊，我关心一下他而已啊。你一直不用了啦，人家我就好好跟他讲就好了啦。你看起来像好好跟他讲吗？里面什么物件？玻璃球啊，是下蛋。下蛋啊。那个，刚才那个，刚才如果是行走国外还是东正国？好吧。问一下，刚那个打电话报案，国外如果是的话，那个报案的，好了，来，你开车吧。嗯。来，你走前面，看之前你走前面，来，你跟着上面就走。本所员警接获民众报案，前往处理男女纠纷。范闲看到本所同仁时，随即将一盒纸盒丢入车下，并随即拿起路边砖头。本所同仁贺子琪将砖头丢下。范闲表示欲前往找女朋友说明清楚，并随即转身逃逸。本所同仁追上去之后，将其控制，并查获纸盒内其实是使用过的针头。全案移请侦办。